講啲嘢俾你聽啊！如果想照耀萬人，請加點信心；如果想抱住情人，請吸取加分。Hi， 我哋係 B 星。咁有咩特別咧？就譬如我哋會可能有主音嘅部分啦，亦都我哋會有rhythm group 嘅部分啦，即係譬如 bass 啊同埋鼓啊，亦都會有 harmony 嘅部分。咁咧就會同一個band 嘅structure 比較接近，咁我哋都會叫自己做 vocal band， 所以以無伴奏合唱嘅方式去唱歌嘅時候咧，我哋真係以我哋自己把聲音啦，同其他嘅音樂人啦去溝通啦。因為是真的很切切實實地用我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去表達我自己的情感關係啊，那個溝通裡面呢其實是很貼近的，會密切了很多。而且唱 a cappella 都是一個覺得很有很有趣的東西，還有令到我覺得很有挑戰性的東西，所以變了當你喜歡這件事的時候，你不會想放棄，所以這條路其實都是一直會這樣走下去。對，那我們現在的工作模式其實 kind of 是已經是當作是自己一部分的職業了，當然我們希望我們將來是真的可以將我們這個 group 做成有收入，自己有可以當自己的職業去做這樣。我媽會即真的成日等我翻即 rehearsal 完翻去，又會煲湯俾我啊，咁又會好關注我把聲嘅健康，我自己都唔 care， 即係佢仲要話你把聲點啊，唔好講咁多嘢啦，天氣凍啊，唔好咳啊，即係嗰啲就會好 warm 咯，令到我更加我哋所有人都更加想喺呢件事再用心去做，做多更加多嘅成績俾屋企人睇。